金和杨幂被拍到一同逛街后，关于两人恋爱的传闻就没有停止过。当时魏大勋曾回应称，只是和朋友逛了个街。显然这样的说法并没有令网友们信服，大家还是对两人的关系很感兴趣。近日魏大勋现身在机场时，又被网友磕到了心膛。当天魏大勋深色系卫衣搭配宽松大款羽绒外套，看似臃肿却充满时尚感，直筒铅笔裤显出他的大长腿，身材比例还是十分不错的。只是大勋穿的这款卫衣与杨幂穿过的是同品牌，两人恋情疑似再添实锤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撞款了。之前两人被拍到戴了同款棒球帽，连帽子上的刮痕都一模一样。前不久魏大勋将头发染成蓝色，这种发色很少有人能驾驭，于是网友扒出杨幂曾在采访中提到过喜欢蓝色的头发。如今恋情传闻已经很久了，每一次两人被拍到一同出行的画面都会引发不小的关注度，不官宣也不辟谣，想必肯定有自己思量吧。其实大家没有必要过多关注，还是将注意力多多放到他们的